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唱歌，一定是因为这个缘故了。后来啊，我能够从这个实验的过程里面得到一点小小的成果，哎，这都得感谢我的父亲当年省吃俭用的给了我一仙令。哎呀，就那神奇的一仙令是吧？你呀，说了42年，我都会背了。